中秋节快乐，欢迎来到小松老师的胡说八道小课堂。那么今天小松老师教了一个月饼公式，中秋节小公式，月饼越少月饼越多。那么众所周知呢，月饼是由月亮组成的，月亮也没有说什么，它也没有否认。那么月饼越少，消耗的月亮也就越少，所以月亮就变多了，月亮变多了呢，月饼就变多了，所以月饼越少月饼越多，学会了吗？这个公式是由艾克松提出的，那么它还需要进一步的得到验证。希望未来几千年大家可以对，那个中秋节快乐。